美女瑜伽教练去向不明，家人悬赏10万寻找下落，是自己出走还是遭人劫持？重重疑云之中，如何捋出线索？斗智斗勇，开拓警方探查案件真相。失踪的瑜伽教练，天网栏目即将播出。海口老板侯总几天来一直有点心神不定，因为他漂亮的女友瑜伽教练刘兰从2012年11月19号这天起居然无声无息地失踪了。10年前还在海口上大学的刘兰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一次社会活动中两人相识，侯总对刘兰印象深刻。刘兰毕业后不久又在一个饭店里与侯总再度不期而遇，从此夜风海韵的沙滩成了他俩经常撒欢的地方。他们欢快的足迹伴随着两人在商场的打拼向前延伸了10年之久。刘兰柔美的瑜伽造型，曼妙的身姿，优雅的动作，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如梦如幻，风情万种。侯总很欣赏刘兰的聪明干练，于是将她收到自己旗下，让她帮助打理一幢公寓的租赁业务。作为回报，他专门提供了一套住房供刘兰使用。几年前，刘兰迷上了瑜伽，聪慧的她很快的从学院中脱颖而出，成了瑜伽教练。闲暇时就在健身馆辅导人们训练。十多年来，侯总打给刘兰的电话，刘兰都是会及时接通的。然而，从11月19日下午起，刘兰的手机却总是处于关机状态。侯总到刘兰的住处敲过门，没人回应。可是，刘兰的车还停在经常停放的地方。慌了神的侯总从家中找出钥匙，打开了刘兰的房门。屋子里一如平时的那样安静，那样整洁。照片上的刘兰依旧是那么的年轻漂亮，青春袭人。刘兰的手提电脑、钱包、手机和车钥匙等常用的东西也都在，唯独卧室里床铺上的床单不见了。侯总下意识地感觉到，刘兰这次失踪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本来发现刘兰失踪的当天，侯总就想报案，可是他又怕警方怀疑自己，也想再等等看，刘兰会不会有消息。在焦虑中煎熬了5天之后，侯总最终还是选择了报案。刑事技术人员发现门锁没有撬动损坏的痕迹，屋里面似乎也没有翻动搏斗的迹象，但房屋的主人漂亮的瑜伽女教练刘兰
却又不像是自然出走。将近十多天了，从10月19号那天一直失去联系，然后里面衣服啊，还有银行卡啊，手机、钱包，还有车钥匙都在，感觉很不正常。那么会是什么原因让刘兰如此匆忙，以至于连钱包、身份证和信用卡都来不及带上？这个发现一个床单不见了。刘兰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人，只剩一个床垫，这个不符合这个人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感觉很不正常。刘兰的住处看似平静和整洁，仔细观察之后却又有种种的不正常，像是经过故意安排和布置的，这让前来勘察的侦查员疑窦丛生。这个女的离开是很匆忙的，很匆忙，或者在受到不可抗拒的情况下不自愿的离开。在这个看似平静和整洁的现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失踪现场疑点重重，他的出走呢是一个比较匆忙的出走，钱财证件一样不少，感觉是被失踪，深夜归来后悄然消失，除非是就是说被抢或者是情杀。究竟是谁掠走了这个漂亮的女人？失踪的瑜伽教练，天网栏目正在播出。瑜伽教练刘兰失踪后，他的弟弟文俊从湖南的老家赶到海口，焦急地寻找姐姐的下落。他的家人虽然并不富裕，但因为找人心切，甚至开出了10万元的悬赏额度。由于刘兰弟弟的高调寻找，各种媒体相继跟进，不断关注刘兰失踪案件的动态。警方承受着失踪者家人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我们初步排除了谋财这种可能性，从而把侦查方向定到了他的一种情杀，或者是一种仇杀。如果刘兰失踪案的原因是由于情杀或者是仇杀所导致的话，那么警方就要找出与刘兰交往密切或者有过节的关系人。侦查员对刘兰的亲朋好友和所住小区邻居进行调查时，发现刘兰的社会交往较为复杂。第一批排查的时候啊，有几个男性朋友和他们都比较熟，走的都比较近。重点确定了两个嫌疑对象。侯某人称侯总，海南人，45岁，在海口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经营着几个不同行业的诸多项目，与刘兰关系密切，两人交往已有10年之久。侯总还让刘兰帮着他打理一些生意，比如侯总有一幢公寓楼出租，刘兰就作为代理人来收房租。刘兰所住的房子也是侯总的，那是他们的关系密切以后，侯总主动把房子交给刘兰使用。彭龙，24岁，湖北武汉人，复员后在海口打工，承揽一些房屋建筑方面的工程备商。半年前与31岁的刘兰相识，之后两人开始了一段超越年龄概念的姐弟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在这两个嫌疑对象中，警方首先关注的是侯总。我跟他关系比较密切，而且是过来报案的人。我在刘某失踪的前2天还跟他在一块吃饭上。小区的保安是反映
刘兰失踪的当天晚上，他也到过那个刘兰的小区那里敲门，但是没有开。这个对海口、海南这个地方，这个线路包括这个地都很熟悉，有这个失踪人员刘兰他家这个住址的那个钥匙。侯总从他到派出所报案以后，一直非常积极地配合警方调查，并主动提供各种方便，热情有加。他甚至还帮助刘兰弟弟一块寻找刘兰的下落，帮助他联络警方。是吗？就是之前我们就跟你说，跟你直接联系上了助行器，侦查员分析认为，侯总和刘兰之间既然有生意方面的合作关系，就会有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兰也肯定想有一个合适的名分，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已有家室的侯某却不可能满足他，这必然会导致一些矛盾的发生。是通过外围调查，近两年来也有别的女性在他身边，说明他跟这个刘兰的这个关系，感情也好，还有其他经济方面也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起侯总，彭荣的嫌疑要小得多。他跟刘兰刚刚结识半年多时间，两人正处于热恋之中。据初步了解，彭荣对刘兰是很用心的。当他得知刘兰为了排遣孤独，特别喜欢抱着那只简容的玩具狗时，就专门照着玩具狗的模样买来了一只宠物狗送给刘兰，经常上门送狗粮。狗生病了，彭荣还负责去宠物店给狗打针。从这些情况看来，彭荣似乎缺乏杀害刘兰的动机。警方推测，对于彭荣的出现，侯总可能会产生两种心理，一是正好顺水推舟甩掉包袱，二是可能心生醋意，嫉恨不平。这个也可能出于这个嫉妒啊，或者是一时的生气啊，知道这个要结婚的消息，也可能会不会产生了这个激情犯罪的可能。根据这些因素，侯总对于刘兰的失踪显然具有较大的嫌疑，这一点甚至连侯总本人也料到了。所以他在发现刘兰失踪之后，经过了五天反复的思想斗争，才到派出所报了案。这个他自己也说，他这个事情你们警方肯定认为是我做的。那么刘兰失踪到底是不是这个侯总做的案呢？警方对于侯总进行了缜密的侦查，然而调查的结论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侯总的嫌疑被排除了。跟别的女朋友新交隐婚在外，都有人证实啊，我们就排除他，主要是时间上他没有作案时间。接受询问，彭荣、沈玉应对如流。案发前一天和后一天，活动轨迹记得很清楚。拐弯抹角，行车故意舍近求远。这个路线上很奇怪。诡异来电，缘何要使用无主机卡？就是专门用来作案的。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怎样才能拆穿？失踪的瑜伽教练，天网栏目正在播出。凶山警方排除了侯总的作案嫌疑后，围绕彭荣展开调查。警方发现彭荣有一个生意伙伴，与彭荣几乎形影不离。经调查，此人叫沈玉，曾经是彭荣的战友。警方对两人分别进行了询问。已经过十多天了，说又到文昌谈生意啊，K
给流浪小狗打防疫疫苗啊，各个时间点都说的比较清楚。按正常人来说，可能在他的两天或者三天已经记不清了，而嫌疑对象呢，对于他的案发前一天和后一天活动轨迹记得很清楚，而两人的口供说的呢出奇的一致。又不是特殊节日，就那一天他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我们就感觉很怀疑。侦查员们觉得庞龙和沈玉跟其他接受询问的人很不一样，在一种表面镇静的掩饰之下，他俩有一种被台词般的感觉。那应该是有备而来的，我是想找借口出去，说在生意，在外面做生意很忙啊，是没时间啊，自己老想脱离我们的视线。侦查员把询问两人的笔录放在一起分析，从中找出了一些漏洞。他们发现对于11月9日这天的行为轨迹，两人讲的是上午开车去了刘兰的住处带上小狗，而后他们回到海淀岛的住处拿东西，下午再去文昌谈生意，但他们回海淀岛行走的路线看起来分明是舍近求远。从凤翔路到海淀岛只要半个小时的这个路程，根据他所交代说的东西应该要有2个多小时。警方再次追问庞龙，这两个小时的空档你都去干什么事了？他说去洗车，拿东西，拿材料，回了一趟家。对于侦查员的追问，庞龙有些支支吾吾，一会儿说跟文昌那边约的时间较晚，所以去加油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加完油去钓鱼去了。从他那个说话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有点不正常漏洞，而且他的神态啊，都举止啊，就是有点心虚。警方在刘兰的手机上找到了最后的两次通话记录，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次跟刘兰通话的手机机主用的是一张不需要登记姓名的无主手机卡。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买这个卡？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警方查看刘兰的通话记录，发现这个手机卡的号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打过这两次电话就关机了，情况很反常。我用一两次就不用了，这是专门用来作案的。买这个卡的人应该是什么人呢？我们感觉应该就是那个导致刘兰失踪的人。恰恰通过这个电话卡，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宗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宗命案。警方分析，嫌疑人之所以要做这两次通话，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刘兰还活着的假象，用来掩饰之前最后跟刘兰通话的人。而通话记录上跟刘兰最后通话的人，恰恰就是庞龙本人。我们就断定刘兰身边的很熟悉人的朋友做了这起案件。究竟是不是庞龙做的案？虽然有一些疑点指向了庞龙和沈玉，却并不足以构成一个闭合的证据链。由于刘兰居住的这个小区监控系统老化，侦查员在调查时没有找到视频图像。另一路侦查员在庞龙租住的小区调取视频监控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11月19日这天的13:22:56，庞龙和沈玉曾经从地下车库的安全门位置经过，他们还拖着一个大行李箱。正是这个发现使得警方确信庞龙和沈玉在刘兰失踪问题上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为从他们的不服来看，这箱子非常重，他住的是16楼，拖那么重的箱子不乘坐电梯，让人很难理解。这个箱子的话比较大，能装住一个很多的东西，包括一个人都能装进去。
两个男的去抬，所以说这个行李箱是什么东西很可疑。那这个行李箱后面又去哪里呢？18分钟之后，也就是11月19日13:41.28，两个人又从电梯里下来，那个箱子也不见了。上楼时，两人抬着一个大而沉重的箱子走楼梯，下楼时空手，却反而坐电梯。庞龙和沈玉这样做，目的何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就为了逃避你电梯里的监控摄像头。为什么逃避呢？说明这个箱子有文章。就我们的估计是怕被盗，应该箱子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确定了庞龙、沈玉的重大嫌疑之后，琼山警方果断将对两人的询问改为讯问。当在讯问室给庞龙戴上手铐时，他的反应非常强烈。可能他没预想到，他可能认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做得很完美了，天衣无缝了，所以这一下让他落差很大。他说他认识了好多人，很多当官的，让我们说心理上有一些不敢动他的面子。警方从庞龙的这种色厉内荏的表象下看出了他致命的弱点，但并不急于拆穿他。你们要超时的话，我会请律师去检察院去告你们，最多也只能传唤我24小时，这个我懂的。我说现在你已经是最大的嫌疑人了，你不是24小时的问题了，我们可以先把你刑讯拘留。当对庞龙的讯问接近焦灼状态时，琼山警方开始对沈玉进行传讯。警方认为沈玉跟刘兰无冤无仇，在本案中是处于从属位置，他自然会自己权衡轻重利弊，所以说他应该是比较容易先被突破的。辅助冯龙把这个刘兰杀死了，他有一种生还的这种就是说不被判死刑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认为这个案件的突破口主要还是在这个沈玉身上。警方基于这个判断，运用囚徒困境原理，有意制造了沈玉跟庞龙的一场偶遇。侦查员特地带庞龙从讯问沈玉窗前经过，让他和庞龙都看见对方，明白自己当下的处境，从心理上对他们施压。然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有充足证据了，为什么偏偏他把他们两个人同时叫过来，就表现得很激动，而且这种激动是很反常的，并不是说被人误会的那种激动，而是好像在掩盖，在发泄，甚至在就最后在挣扎那种感觉。在讯问之前，警方已经下足了功夫，对这个沈玉的这个整个人的成长过程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也对我对他的制定审讯计划的时候有了更有的信心，然后也对沈玉能在这个事情上突破有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警方跟沈玉分析他和彭龙在案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讲明从犯主动交代有悔罪的表示，在量刑时跟主犯的区别，让他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他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很焦虑，然后压力，心理压力很大，那个出冷汗，不停的要喝水抽烟，特别焦虑，特别紧张。警方耐心跟他聊天，跟他聊家里的情况和他当兵时的事情，让他明白警方不仅了解他所有的情况，同时也掌握了足以给他定罪的有关证据。当时我们也跟他讲说你这个讲义气的性格可能害了你，他对这个事情他觉得他很骄傲，他说我这一辈子不管生是死我是讲义气的一个人。当时我们也抓住他这一点跟他讲说，你如果你讲义气，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你主动交代配合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你们还有转机。沈玉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觉得再拖也拖不过去了，就如实交代了庞龙谋划绑架杀害刘兰，他帮着实施的全部过程。在另一间讯问室里，庞龙还在竭力狡辩。
十九号的上午大概是。如坐针毡的庞龙当然也想到了，虽然订立过攻守同盟，但沈玉还是可能会先与他招供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继续编故事。没有想到我们问的特别细，每一分钟我们都跟他定然死。他跟了另外一个同案犯，他两个人就没有串供好，所以说他们两个说起来，我们看了一下材料，很多漏洞，不能自圆其说。凶山警方的外围调查取得了关键进展，他们获取了两个重要线索，这两个线索对于彭龙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彭龙本人自己有一辆车，恰恰在11月19号那前后两天，突然他又租了一辆小轿车，他为什么要租这样一辆小轿车而不用自己的车呢？调取这辆车的 GPS 轨迹，发现他确实在当天从早上一直开着这辆车，沿着海虞公线一直去五指山琼中境内，到当天晚上才返回来。警方看过火后陆续向他出示了一些证据，能言善辩的庞龙沉默。去过的这个痕迹抹掉，是不是我们如何去侦查？你是永远也不知道的。我说你有没有去琼中五指山一带？他一下就懵了，他没有想到我们真正能知道他，就掌握他很多证据，他以为我们都是蒙他的唬他的。这时庞龙已经明白这次他肯定回不去了，于是他开始跟侦查员提条件。他说我交代了也是死路一条，给我们提出的条件是想见他父母还有他女儿。他就说见面以后我就会给一个满意的结果给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彭龙甚至跟侦查员许诺，只要你让我见到父母，我告诉你的东西至少可以让你立上一个个人二等功。我知道他也有他的意图在里面的，见来一面会传递一下信息，他的亲戚朋友可以找人。我们说不可能，是除非你交代，如果交代好，态度比较好，我们可以考虑。庞龙看着再抵赖下去也无济于事，只好供述了他事先买好了行李箱，到浏览住处将其捆绑掐死后装进行李箱，然后租车运往五指山一带抛尸的犯罪事实。既然刘兰跟庞龙热恋之后，两人已经谈婚论嫁，貌似幸福已经触手可及，庞龙却为什么忽然要杀害自己深爱的恋人呢？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邀微信，邀出阳光青年，人不要浓缩味道，坠爱河，坠入情感漩涡。是离婚准备过来娶她的，查真相查得两人反目，是什么原因让亲密恋人抖起杀机？失踪的瑜伽教练，天网栏目正在播出。刘兰十年来一直想把感情寄托在侯总身上，但侯总生意较多，应酬也多，所以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刘兰。为了打发时间，他就用手机摇微信，不料这一摇就摇到一个阳光青年，对方说自己是未婚青年，在海口有很多朋友。对方俏皮的言语，活泼的性格，深深的吸引了他。两个人不久就由微友变成网友，又从网友变成密友。庞龙经常在微信上发来体贴的问候，关怀备至，被这样一个阳光青年爱着宠着的感觉，似乎让刘兰又回到了纯情的少女时代。庞龙特意送来的宠物狗，让他清冷的房间增添了很多生机和乐趣。
两人曾经商量结婚的事情。刘兰要求彭龙到自己家乡去见一下父母，但彭龙几次都借口推脱。原来彭龙不仅结过婚，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刘兰打听到真相后大失所望，如梦方醒。所以说感觉到彭龙欺骗他以后，他就毅然的要和他和彭龙分手。彭龙也回了老家，跟家人商量离婚的事情。这时他并不知道刘兰已经不愿再和他继续保持恋人关系。彭龙和妻子达成了协议，随即返回海口。11月18日，他兴冲冲地与刘兰约好当晚一块吃晚饭。然后我就到他楼下，家楼下等他，从7点等到晚上9点，等到9点过后再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今天晚上不回家，要在外面去玩，感觉他可能在我以外还有男人。彭龙吃了闭门羹，打算第二天把刘兰绑架到自己的住处。我说要么就把他绑回来，如果出了差错那就只能把他弄死带回来。彭龙11点多钟到了刘兰的住处，等待他的是预料中刘兰不冷不热的态度。我说我这次回家跟老婆也把离婚协议书签了，这孩子还差一个月就满1周岁就可以离婚了。刘兰突然就跟我说，关我什么事，我有男朋友了，以后就别烦我了。彭龙没有料到结局竟然会是这样，一下子两头都落空了。恼羞成怒的彭龙一个耳光打了过去。刘兰跑到电话机旁要拨电话，彭龙扑了上去，狠狠掐住了刘兰的脖子。他把昏迷中的刘兰拖到卧室之后，拿手机招呼楼下的沈玉提箱子上，把刘兰捆绑手脚装进行李箱里拖了出去。彭龙仔细地清理了作案现场的所有痕迹，然后回到自己住的小区，通过车库的楼梯通道将箱子拉到他住处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彭龙跟沈玉一起下了电梯，按计划到文昌跟人谈生意去了。这是彭龙预先设计的他不在现场的假象之一。开走以后，我又到了海达路的路口，给刘兰的狗打了狂犬疫苗的针。彭龙去宠物医院给狗打针，也是为了掩盖去刘兰家的真相，以便在事发后应对警方。据沈玉交代，他们原计划打过针后就要把宠物狗埋掉，不料打过针后宠物狗忽地挣脱出来，发疯似的向街头跑去，钻进了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底下。第二天，彭龙和沈玉把装有刘兰尸体的箱子放进租来轿车的后备箱里，匆匆赶往五指山方向。找了一家手机店，买了一张手机卡，给刘兰的手机拨打电话号码，证明他还活着，还在跟别人通话。案件虽然侦破，作案人彭龙被判处死刑，沈玉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刘兰的悲剧已经铸就，死者不能复生，相关的家属还要承受长期的思念痛苦，只能带来两个人、两个家庭和社会上的很多非议，还有留给家里面人只有痛苦、只有回忆、只有惋惜。所以也提醒这个现在的心灵这个男女，在相对待这个感情纠纷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冷静，找法律途径的解决，避免造成双方的伤害。宁静村庄，祖孙三人竟一夜间离奇遇害，寻踪追击，
死者尸体为何始终下落不明？线索全无，警方如何将凶手锁定为村内熟人？旧仇新怨，命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消失的一家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